好，观众朋友午安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就是要赚钱，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老师上礼拜讲了哪一些股票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真的哦，很厉害哦，因为上礼拜讲到了2376的技嘉，然后8936的国统，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好哦。还有市电的部分，哎，市电讲到这个电力哈，电价要涨了之后，我们看到这个市电也是在今天又创了波段的新高。老师刚刚在我们在录影之前呢，跟我们大家聊到说，哎，是不是喊一下 C 富哈？再喊一下 C 富，因为喊什么涨什么，到底怎么算出来的？赶快欢迎到谢文恩分析师。好的，那么其实呢，今天台北股市哦，走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的分歧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呢，你是采取那一种追高杀低的投资朋友，恭喜你哦。我举例一档股票，我们之前大赚的股票哈、哦，就是6789彩，很好记哦，很好记，很好记哦，真的大赚了，大家应该有印象，有印象哦，一直等等等等，对对对对对。那当时做的时候跟大家讲彩燕供电，彩燕我记得好像赚了100多块钱，是是。结果呢，彩玉经理知道吗？他今天价差高达40几块钱，四十几块钱的。很恐怖哦，拍谁？你能打电话跟营业员讲说，哎、欸，麻烦帮我彩玉买100张吗？你干嘛的哦？没有没有，一般投资朋友、没有很多投资朋友，他现在会把股票当做期货做。那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哈，我说有时候我不了解投资朋友你到底在想什么了。很多人说期货好恐怖，期货好恐怖，他妈的，我就6789有彩玉当例子好了。彩玉恐不恐怖？哎、欸，这样四十几块钱，你随便买个10张，40几万就不见了耶？难道那不是钱吗？根本不用花一两个小时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哈？我在跟大家强调，全新2024年，你要有新的操作策略，你要有新的业绩操作 SOP。但如果说没有的话呢，我们的节目多看，至少可以看到一个蛮帅的投顾老师，后面又快板在看。哎，龙中来，龙华富贵，龙中来，对，今天的龙华富贵老师好厉啦，今天龙华厉。那么8936国统呢？这张股票我们讲比较久，可是呢，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，我还是老话一句的，因为我所做的股票它都是有量，他妈。都是有价，我根本完全都不用盖牌哦。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给你看我的扣讯。那看扣讯之前的话，拍谁哦？你不要说上礼拜五你买不到市电哦，因为上礼拜五市电拉高涨停板嘛。在市电离距离涨停板还有2%的时候，我就在 PRO 1018，我就直接贴给各位说，我今天早上加码买市电。老师，你怎么会跑去买市电的、啊？干，好像也转不过来耶。2376技嘉，我一下从技嘉又跳到市电，哎。没有，怎么不是中心电？没有，怎么不是深威能？那个晶晶啊，这就是一个老师的本事，是有没有在做作业就在这里啊。你当然可以死报活报 ETF 嘛、ETF 不用做作业嘛，要做作业吗？完全都不用做作业，不来上班都没关系啊，反正买的套啊，套的时候跟你讲说连续加买进。重点就在于说，来，我先问你哈，我那时候买技嘉的时候，我只跟大家强调，你不要以为技嘉是主机版的，技嘉是个标标准准的散热箱，对，散热技钢嘛，技钢嘛，当然像无技钢嘛。我那时候吓一跳，说，哎，散热，它有散热哎。好，那15034电呢？我在上礼拜怎么跟你讲的？我说它的订单满到2026年，今天所有重电股票几乎快摸到涨停板的，就是15034电。是，哎，就今天早上哎，非凡新闻就在讲说，市电的订单到2026年，好像这个节目被监看的，好像这节目被监看的。我在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报告了，基本上哈，什么叫做你也可以嘛？因为市电的话呢，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话，我们算130块加码进，结果到今天已经150块了。短短2天时间呢，你的6789的彩玉，你赔个20万到30万，可是，一档市电我们赚20万的。那问题重点，你要怎么样做到？你要怎么样做到嘛？这个知道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大盘给慢慢讲清楚哦。清楚哦，基本上呢，接下来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能记多少算多少。我请问各位哦。如果说单纯就个股上面的结构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今天拉到金融股哎，对，接到金融股哎，通常都是有危机的时候才会拉金融股。没错，不止拉金融股，麻烦大家现在帮我打一档股票，2412中华电信。今天中华电信创波段上升新高。那刚刚呢？晶晶灿讲的思翰呐，思翰现在又到西班牙去，他妈他这个主播做的真有够爽、啊，怎么那么爽啊？他在干嘛？只要每一次有什么 NWC 什么什么挖哥 B 哥的展，他就到处跑啊、哦。所以说这礼拜你看不到思翰了。那我请问各位哦，根据你们过去所学经验哦，今天拉金融股，今天拉2412的中华电信，可是有很多中小型的业水股票，不管包括什么，你们最喜欢的折叠手机概念股，几乎全部跌停板。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斩钉截铁跟大家预告，238的广达、3331的伟创形成跌破 K 棒，就今天这两股要继续杀，会不会崩盘？真的，
想一件事情哦，嗯哼，会封盘，会封盘，不要忘了哦，龙年的特色哦，还不到神龙摆尾啦，还不到神龙摆尾啦，就只是在上下波动而已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哦，第二件事情哦，我们都知道呢 ，NVIDIA 星期四财报，对，那我请问各位、哦，外资为什么要采取两手策略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，再一遍，来再一遍，好。基本上 NVIDIA 因为今天很好笑，今天我跟凯明联系的时候，凯明直接问到礼拜四的财报了。对啊，这有一点，这有一点 jumping the gun， 好 jumping the gun， 你跳那么远干什么啦？因为已经知道他上个季获利七倍呢，七倍呢，这么多。那这次如果获利不到七倍呢，或者获利持平呢？干，你要崩盘就死掉了，好不好？他不是说 AI 晶片需求畅旺吗？那个是你拍谁哦？那个是 Michael Semiconductor 讲的， yeah. 那是美超伟讲的、嗯，不是他讲的哦、嗯，那是美超伟讲的，你不要来抢哦。好了，没有，我不是讲晶晶啦，我说你们不要乱讲，因为那你们钱，那干晶晶屁事啊？好的，开始喽。基本上哦，你们又犯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错。来，我再重复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操，好，来，再一遍，再跳，再关键。我问你哦。台积电法说会前叫做1月18号，当时外资针对台北股市每天都是大幅度提款、嗯。可是我所强调一个重点，我请问各位哦，我今天我根本他妈的我在乎台积电法说会吗？我不在乎，不在乎。对，老师有讲，我在乎 NVIDIA 法说会吗？我不在乎，不在乎。嗯、重点就在于台积电法说会不能出现利多出尽吗 ？NVIDIA 法说会如果。它的成长大于七倍以上，难道不能开高走低杀尾盘，一口气跌10%吗？谁规定不行？你们没有听过获利了结这一件事情吗？你们没有听过羊群效应吗？当所有的羊跟在牧羊犬后面跑，牧羊犬看到狼开始跑，羊也搞不清，跟着全部跑光光了。NVIDIA 崩盘，你们想过这件事情？嗯，好，那有老师，你看我刚 combo， 对没？有关于 NVIDIA 这件事情哦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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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至少还有三个交易日，对，完全都不急。好，可是问题哦，有好在讲期货，先讲期货好了。有时候我觉得说哈，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呐。之前我当太监的时候，你们当皇帝，好，你们不鸟啊。现在每一个人拼命想当太监，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呢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就像最近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最近我有等于说陆陆续续都有人，不管是带枪投靠，好、或甚至于呢，我有些会员从股票会员赚了很多钱嘛，然后想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要做点期货，应该蛮好玩的。可是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，我期货的操作我并不会很急哦。可是问题呢，该做的一个所谓波段，我谢文恩，我很自豪的告诉你，不管是500点，不管是1000点，哎，我们都知道台指02什么时候结算，礼拜三结算哦。对。可是台指02的部分，我们至少有5000点哦。我请问各位，老师，干怎么赚5000点的？很简单嘛。第一个哈、哦，像这一种三岁小孩都能赚到的行情，好，不管包括台积电法说，那时候叫做1月18号，我当时就很就跟你预告 ，Google 台湾生 Microconductor， 因为大盘主力现在多，就从1月18号、1月19号，然后每天跟大家多就跳关键哦，多，哎。讲到礼拜三结算的，我也觉得蛮不准的，你知道吗？台湾为什么都要一个月结算一次啊？不是，我的绩效流程表有5000多点，嗯、他妈的啊！结算完之后变零嘞，就零了，对，变零又重新又再来一次、欸，就强迫你结算呢、啊，强迫你，他应该会拉高啦。我们干嘛跟香港版的？我们为什么不要跟那个美国版的？嗯、没有，你就知道结算体系有两套体系嘛、嗯。一个是香港版的，好，一个是欧美版的。美国不是每个月结算，他们是三个月结算一次。是，欧洲有三个月结算一次，只有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。日本不知道，台湾、香港，我们是每个月结算一次。是，那我5000点绩效又不见了。那时候我很急啊，那时候到1月20号，等于说再来一遍呢，我从17200点买到17800点、17900点，还改17900，我从17200点买到17900点，你以为这老师脑袋有洞，跑带，你知道吗？涨了700多点，涨了700多点，还在继续买，还在买。当时很急，每天跟你讲说就是要做多，还跟你讲说从这边由多转空的条件都讲得很，就讲得非常非常明白。好，那就1月份哦，结算之后了，结算之后就大赚。就来到2月1号的时候，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一个标准多。等于说1月份的时候，在1月18号的时候，台指期货结算之后，台积电我们买在17247点。就来到了2月1号的时候，已经涨到17930点，我还在跟你买，我还在跟你讲说，我还在持续做多。甚至2月2号，也就是什么
也就是台北股市要封关最后一个礼拜五，我一样告诉你，来到18067点，许晶晶啊，我从17200买到18067点，还在买，买完不够，还在买，哎，买之后还买在哪里啊？还买在哪里？买到几月几号？来，买到结算那天哦，不是结算那天，那个封关的那一天。我请问各位，封关那天你敢买吗？2月5号还在买。可是哈，你跟对老师跟跟错老师，你的命差很多。我举个例子好了。已经就是我讲的是事实，真的啦，是事实。那个2月2号礼拜五，2月5号礼拜一，我都一样跟大家预告，大盘主力心态多，老师一些小多啊，哎，小多我哪知道是多啊？看，哎，聪明，还是多、啊，聪明，看没要做啊。可是问题没要做，主力还是留在里面，让他把整个迹象给你看，他到底现在是做多还放空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拜托大家，你真的要去下载我的软体，第一时间用属于我再举例哦。所以说呢，封关的那一天，我讲坦白的啦，如果说封关那天你的老师没出手，光凭这一点，或封关前一天礼拜五没有出手，我真的奉劝你戴上头套啦，你去找那点三天捕鱼五天晒网，每天只会告诉你加码摊平，他妈那种废物有用哦。你就要找一个实战的，所以说能够随便缴出200万的一个成绩单，哎，跳一个开红盘就200万呗、欸。那多爽啊！好夸张哦，200万能买什么啦？哦，你在我们公司人买一瓶，哈哈，买一瓶而已，在我们公司人买一瓶，老师买旧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要买旧房子啦。旧房子200万台北市也买不到啦，真的啦，只能付头期款而已啦。没有啦，旧房子没有啦，这买旧房子也珍重了，不要买太老的，不然太老的话，到时候你遇到你楼上漏水，你然后楼下漏水，干你也可以笑。真的，那如果隔。其实现在建筑好像，我们太久没有讲医疗的哈，那我们因为现在好像说因为没有很多人问我说，小事房价会不会再涨？我是跟反正我各行各业人我都有认识啊，至少就建筑业他们的角度，他说一定要再涨，我说干怎么可能？因为成本都垫高了啊，他肯定涨、啊。还有一个，碳税啊，对啦，碳税八月嘛，他们说光碳税这一条、房价有跌的理由吗？没有，对，光这一条就够了哦。甚至2年前了，因为我们在我们 混北部的嘛、我举个例子啊，北部最外围的举例啊，举例巴黎，不是你看什么什么什么、欸、我以为你要讲万里没有、哦、巴黎今年涨很多，今年最大的心愿要带老婆到巴黎、哦 okay、巴黎那个很冷的笑话、哦、很冷的笑话，发音标准一点、巴黎涨好多超多的，现在一瓶到40多了耶，靠压哎，40嘞，吓死我了。我朋友2年前买21，我就要笑他。脏话，真的、啊、买21，我就要笑他，你知道吗？30哦，新房子没有，最少30，最少30，都新房子啊，都在那个40了，有都在台北港那边，台北港那边，涨一倍，40了，涨一倍，对。结果现在回过跟黄总说，哎，你当初不会整栋买起来？也才几亿而已嘛，谁知道？哎，对，不是没有钱哦，是谁知道？是谁知道？因为我只要放个5亿下去，现在我变成我又多赚5亿，干10亿了，哇！对呀、啊，谁知道啊？对，没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不是做那一行的，对对对，我不是做中介，我们专心做，对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真的不做中介啦。可是问题呢、至少每一件事情，指数期货东西。我都知道，好，是专心做好这个带大家赚钱。没有没有，我再举个例子哦。今天有一个投资朋友，他带枪投靠，他说：“谢老师，我好冤哦。”他说：“冤什么？”他说呢：“这是封关那天，许晶看清楚哦。好，封那天哦，台指期货偏盘，一刀杀下去，一刀杀下去，杀了100多点。你哎，这是封关哦。你会不会以为新春就是要崩盘？结果他就跑去放空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。这哎，新春还那么多天哎、欸，这几点几分？靠，要时间被我打掉，哦、大概是晚上9点多，是封那天哦，是封那天哦，结果我是买最低点，不要盯盘，不要没有再一遍哦，为什么你需要我的盘前稿？我再举例哦，现在好，我再容我讲一句脏话，现在股票期货的波动，他妈的世界无敌大。你如果去看电影的时候，你找不到哪边是逃生门，我建议你千万不要进场。我举例哦，那时候呢，我告诉我的一个所谓会员哈，我们008到015做多，好18008嘛，18008015还有030做多。我请问各位，收盘收084，谢老师刚也来，你对对，你这样想嘛？收盘，谢老师刚也来，谢老师刚也来。我哪知道会不会来啊、可是挂单不用钱 啊对啊对挂单不用钱啊，现在赚600多点啊，所以说呢，
你就很轻松呢看到了我们的跟随对账单哦。好，来来，这好了，这好，很羡慕哦。所以说真的啦，赶快入会，反正一天找一个积累便当，电话在右下角哈、哦。那么前天呢？前天还是哦，上礼拜我哎，上礼拜我礼拜四我们做我做一趟做三四点好。那今天我没做，没有有做就有做，没做就没做好、哦，因为我是被外资这4058口吓到了。好好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外资他买了3227口。好，我举例哦。其实今天呢，凯明他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。没有啦，如果说你今天盘中连线没看到很可惜。好，他问我说呢 ，NVIDIA 嘛，我那时候在偷笑说，看你问 NVIDIA 干什么啦，那么远。然后第二个台指期货，哎，这个我就有兴趣了，这个我就兴趣了。好，波波跳最后一个标，最后一个标，最后一个标，我就跟他讲哦，我说其实啊，台指期货很简单，超简单，真他妈超简单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把数字记下来。波波，刚才最后要台积电这个不要。他跟你一样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这样。给他抄，给他抄，给他抄，给他抄。抄一下426691。691，好，691，好，691。台积电691，如果明天来，我就要跑了，就要跑了哦。我不用等礼拜三结算。接收678哦，我不用等结算，我不用，我不会等结算的，我就要跑了，我就要跑了。我讲的很慢哦，他马信用的很慢哦。好，来，我把资源拖下来背书好了。来，我举例好了。股票的一个所谓部分的话呢，真的有时候是误打误撞。我举个例子哦，今天我到飞安脸书去看的时候说，奇怪啊，我上个礼拜六，上个礼拜五的那个上礼拜六股没开嘛，他上礼拜五的 CG 总不见了。他说谢老师，我很对不起你，因为你上个礼拜五12月16号你跟我们讲空方标的是3035智元，智元450跟433，就他打完广达。Oh my god！ 这是不能原谅的错误。天哪！结果嘞？结果嘞？结果怎么办？他就把那张 CG 一收拿掉。Oh my god！ 是，就好厉害哦。我们两个心有灵犀，两只都一起跌。你看智元今天跌多惨，广达今天也跌很惨啊。我把数字告诉大家。来，没有没有，我感没有啦，我不是感谢，我是好没有，因为妹妹他们是负责打字，他不会，他不知道什么嘛。广达400多块钱哦。打错，结果没想到那张图，我在上礼拜五，因为上礼拜五我要出门之前，我就截图把备忘图截下来，截下来没有截，还是被你截到了。阴线推是，那个许金燕啊，有这个智元，智元这个智慧像广达吗？智元会像广达吗？智元会像广达吗？不要这样啦。总有看错的时候，不会看差那么多啦。而且他还写2382，你看，他还写2382广达，他那个代号还没写错。450433，你看，然后是10:36嘛，然后礼拜五10:36，等于说，因为我的盘中连线是12:40嘛，所以说我得先传给他嘛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蛮好笑。没有说妹妹也不用紧张啊，反正这两档股票一起死，一起挂，因为两档股票都阴线吞噬。拍谁哦？看一下智元的价，智元广达还有33伟创。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跟你预告要跑了，不要说我没讲哦，不要说我没讲哦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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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准哦，准哦，准哦，所以说呢，我能找到多方标的，我也能找到空方标的。好，来继续继续。老师啊，啊季佳啊季佳季佳啊，你没走？对，我还没走。因为我要的价格稍微高一点。来来，我先给大家看哦。基本上呢，我的一个所谓做法都是一模一样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宏基在宏基期货的部分，我们赚5倍哦。我们要说你拿100万变600万，他妈的就有点太夸张了啦，没有人敢期货压那么大了。你10万变60万，那问题呢？什么时候该走？1月2号那天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跟你讲，好，因为时间比较不够，我要跳快点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操作，广达做了一遍，买了22好。然后呢，技嘉还有伟创，我们都有做。那基本上，为什么你要来跟我做操作？因为很简单，其实呢，我做股票它有它的一个说 SOP 在变哦。如果你知道今天15034电几乎快摸到涨停板，礼拜五要不要叫他买？当然会，如果知道我就会买啦。对，可是人生哈，你就只能去找算命的，算命的他才有办法去帮你预测未来。我去项目高兴干嘛？不会啊，我们谢文老师可以预测未来。我说人生上面的，人生等于说你今天你嫁给这个老公，到底他妈的以后会不会好命？这很难呐！啊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说这很难猜啦，这很难猜，好吗？你意思说嫁老公都不好命，很难好命？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等于说呢，我们是尽我们的能力，因为等于说算命的部分的话，他也是要拿你的八卦嘛，或是他叫你手伸出来，然后帮你叫你家摸一下。哦，靠靠，像说错的中医啊，八卦，是中医，中医把脉是把脉，把脉中问诊。我每次叫好，没有啦，你们要鼓励你们小孩子哈，真的真的，如果他比较喜欢读书的话哦，西医中医啊，中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到自都自己开中医诊所，下面他搞得跟酒店一模一样，下面一堆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才知道说中医其实哈，你毕业之后
你只要长也你的你当然如果说有谢老师这种颜值的话啦，你的薪水会更高啦。你只要是正常人啦，正常人的话，你的起薪就十二万，这么高？对，为什么？市场需求大啊。哦。而且中医有压力吗？做月老做到八九十叫老中医，好、哦，那问你更有威望哈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就叫小孩子考中医就对了。来，我问你，我来，我也当中医，就这样啊，两只手放着。好，脉搏还有在跳，哦、可以啊、哦，来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哎呀哈，卖滑手机，爱看 gaming 剧，爱看扎捆的，靠腰中医讲的，放起废话啊。啊，是实话啊，是事实啊。你哪一个去看中医的？不是什么皮肤什么、啊、年轻人去看啊？不，你只要听压力不要那么大啦，哎、放轻松。对对 对，要多喝水哈、哦哦。晚上你要不要喝滑手机？看讲的比算命还准。我跟你讲，你明天被中医协会抗议。我跟没有，这是基本的，好了，基本的、啊，对，因为现在人的文明病就是这样子嘛。可是你西医不小心划错一刀，就是进入冗长的保险程序。好，没有，都可以。好，那所以说各术业有专攻嘛。那当然，像我很多朋友的小孩呢，他们是每天看我的节目啦，嗯、然后他说希望要变成像我这样子啦。可是拜你为师，快大师，西父，快收徒弟。真的，哎、欸，看我要看啊！我技校没时间讲了啊，好了，跳。好，那技嘉的一个所谓部分的话呢，哎、欸，我们到封关那天还在买技嘉，还在买技嘉，期货买技嘉也买，而且还穿价成交，所以技嘉呢，等于说不到十五天时间了，一档技嘉我们赚了309块，我们赚了一倍，快一倍，81%哈。然后呢，那基本上还能买哈，还可以买，对啊，重点是这个，没有，我刚刚讲得很清楚。嗯，台积电到那个价格，对，我要出，是记起来了，大家记得吗？不记得的话，哎、往前看，按赞分享，然后往前看，哎、对，订阅，真的按赞，订阅，然后往前回看，按赞，你找不到这样老师啊？那个我们跳一下就好，赶快跑走。老师啊，如果是智源先来的，一样卖，买是赶快，一样卖，一样卖。那技嘉呢？跟着。好，跟着两只，只要有一只来就卖。嗯，是记起来哦。哇塞，很屌哦，这种直接跟大家讲了，操作方法完全不藏私哎、欸。我听他屌切起来，没有，你就把策略讲清楚啊。我们又没有电视成本，电视成本，我说你看我即将赚了300多，我赚了100多。下午2:22左右哈，你如果回看的话，往前拉到2:22左右，老师的金句就讲在这儿了。好，再给大家看更屌的，好了，更屌。那即将期货赚一点机会没什么，来来，你记得我在上礼拜五哈，我跟你大家报告，我去买红基期。是，这不是诈骗吧？有，老师有讲，我还想说我出，你怎么买红基？上礼拜红基涨哎，哇塞！好，没有，不信哦、嗯，来看空信，来看，来来，再给一次机会，来来看空信，来红基期先买嘛，买到，我还吓一跳，等于说，没有，我再一遍哦，新会员，你们不用怀疑，我会发错空信。发错口讯呢，就好像呢，在打战的时候，你拿手枪，我给你他妈的炮弹的子弹干嘛啦？我给你炮弹干嘛？嗯，你当你这里是乌克兰了，乌克兰缺炮弹，你不缺炮弹，你拿手枪，我给你炮弹干嘛？好，然后呢，你去开坦克车，我给你手枪子弹干嘛？我脑袋有洞吗？不可能错，我不会放错，我不犯错，是因为我在强调一件事情哦，你尤其你跟我做股期的话，你现在有这种概念，你说技嘉，哎，技嘉期我就没。因为跑太快，我不敢追，所以说我只买一次，我不像技嘉现货，技嘉现货我总共买了4次，所以我赚了309块嘛，309块。那技嘉期货的因为它跑太快，我就不想追了，不想追。可是至少我们的基本单我赚1.7倍。那同样的宏基期货的话，你看呢，我48、47、46，好，我挂三个价格去买，上个价格去买，好，这有成交，看到没？成交，来，这个今天开一个更恐怖的东西哈，来。宏基期货哈，48.65到48.95当冲，那还没完，把后面这句话练好，包含周一，包括今天，怎样追啊？哇，追啊！上个礼拜有宏基期货一根黑 K 棒，不要讲宏基期了，2353宏基一根红 K 棒，所有的投顾老师全部在介绍宏基，是这些宏基的走势图，我们看到最高49.35，对。哦，这好像大怒神，真的是大怒神，哎、欸，真的。那你随便没有，我没有讲期货哦，你随便买个20张，你输4万、5万、6万、7万、8万，难道不是钱吗？嗯。所以说，没有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哈、哦，能做长，只有变态、心理不正常的才会做短。谁、不想复制技嘉第二？好，一直买，一直堆，一直买，一堆，一直买，一堆，一直买，一直堆，一直买，一直堆。可是台北股市永远没有想象中这么样的容易。老师，那问题为什么宏基期买完之后要冲掉？拍谁啦？现在的一个所谓操作，你不要什么股票都想要有
哦，看到重电涨又要有重电，那我问你哦，就好像没有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就非凡的角度，他们永远会问我说，哎、嗯欸，今天强势股，比如像今天最强的三零四强势，对啊，对三零强势，好，那我就问他一件事情，好，那买 IP 怎么办 ？IP 包括3035资源，好6531爱普，好那什么金晶科，今天全部暴跌，全部暴跌，哎，金晶科上礼拜还大涨、欸，那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？嗯。很多东西、哦、我是不想讲白的。你知道安摩的股价大涨，其实背后还有一层意义，他自己要做 IP 啊，赶紧死定了，你们死定了。先暴跌是谁？创意嘛，是先暴跌是创意啊、嗯、啊！创意暴跌的时候，什么四星那家还创新高，现在换这些股票跌下来，那没人没钱。我就说过了啦，你们2024年，你只要看着报纸好去做股票，你就是尸骨无存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就像我常讲的笑话嘛。人家美债 ETF 它是用来配股配息的，结果全所有的阿呆把它拿来当赌博，哦，赌 CBI， 他们白痴哦。老师，那还没讲完，股票 ETF 是来做价差的，结果现在每个人叫00987、00989来配息，你们脑袋有洞哦？你是美债来配息 ，ETF 做价差，你们看我做颠倒的，所以我会很清楚。没有啦，虽然说你没在我面前啦，可是我帮你算命啦。你今天一样赚不到钱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们的不是啦，才刚开始，没有，这才最基本，最基本。哎、嗯欸，我问你哦，啊，我今天都不降息嘞，你挑起啊，好不？嗯，你挑起啊，好不？那你就浪费钱在那边干嘛？在加码，没关系，来继续哦，继续哦。然后这国统哈、哦，国统要急杀买，国统还有市电对市电。慢慢讲哦，来，市电好，市电哦，市电20块钱，来好、嗯，你们想听市电，你看彩玉降40万块，对，好恐怖哈、哦，好，你们想听市电，我们先讲市电好了，来，基本上哈、哦，我们的软体妹妹哦，我问你哦，谁规定市电今天红 K 棒，明天不能送你一根黑 K 棒？哎，这样子已经屡试不爽了，我就举个例子哦，上个礼拜是3680加灯一根红 K 棒，对，礼拜五马上送你一根黑 K 棒，是。然后上个礼拜五2353红基一根红 K 棒，今天马上送你一根黑 K 棒，嗯嗯。那我问再一遍哦，谁规定15034店他明天不能黑 K 棒？我赢你又赢在这边了，你们他妈的根本没在做预测，没做预测啊。好，看清楚哦，这边哦，你有看一个多空关键？就我们软体的角度哈、哦，今天2月19号嘛，2月19号他告诉我市店继续加码，还继续买。因为我的软体设计就跟我做技嘉，然后广达呢，我们赚了800多块钱，赚了40几只涨停板，一模一样模式，它会继续加码。可是问题在加码之后的话，来看这个数字哦，143.75，这个价格拜托，分线绝对不能跌破。我讲的很慢哦，然后呢，电子股很贱哦，很贱，很多股票一根长红 K 棒。举例啊，然后预测明天支撑是143.75，就隔天开盘开143，就是开低走低杀尾盘变跌停。龙年厉害吧？龙年厉害吧？没有，你讲加灯没什么了不起啦、啊。我用宏基就好了，宏基股本好几百亿，我可以一根长 K 棒，今天送你一根黑 K 棒，干谁规定不行？这样已经够厉害了吧？这样够心狠手辣了吧？好吧，今天早上是追高利啊，啊高利之后呢？高丽菜一颗也要5块钱，好不好？嗯，很冷，对不对？很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基本上没有，我的做法很简单。他告诉我呢，哎，我做股票不用这，你按赞，你们自然今年会得到水壶的庇佑。谢天谢地谢文恩的庇佑。好，还没完呢。所以说真的、啊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拥有主义下，拥有我们盘中讯息，还没完哦。那你手中呢，不管包括什么智源啊，智源哎，智源跟台电我写的哦，6在爱普啊，3376，哦，看这今天变跌停啊，678的彩玉还 ETF 的、这些股票到底该怎么样的操作？没有，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再举个例子好了。今天3035的资源没有所有的学员听清楚哦，还有包括你们索取过我们线上课程的，你有学到很多公司，我问你哦，他有没有碰到关键价？没有，那为什么碰不到？今天台指期货这么强，为什么碰不到？为什么？你回答我为什么？回答为什么？因为他妈的代表有人要先卖，那有人先卖的力量本比他没有再变哦。今天台指期货它是为不要讲强势 ，OK 啦 ，OK， 加 OTC 指数 ，OTC 指数冲新高、你正常而言，你再烂的股票，礼拜五一根黑棒，今天应该要冲一下，对，要冲，对，要冲一下，对，冲再下，不先冲再说，是要冲一下，它连冲都不冲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未来可能有超级无敌。好、哦，讲完了，不敢讲了，不敢讲，后面几个字不讲了，后面几个字不讲了哈、哦。没有，龙无敌什么？
啊，无敌后面就铁金刚啊，啊，无敌用无敌啊，玩具总动员啊，懂我意思吧？没有，如果说今天期货很烂就算了，今天期货怎么跌150点？干，那没碰到关键价很正常啊。嗯，那老师怎么是关键价？关键价就是老师的关键价啊。你看我的，我长针眼了。订阅之后回看2:22左右，好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是建议大家啦，要想尽办法去强化你的专业知识。没看到那么多电话号码吗？你有没有感觉到密集恐惧症？哦，还是说老师我眼睛有散光？就贴都是这里。老师我眼睛有散光，怎么看到两个电话号码？靠我腰啊！你觉得看到两个老师都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老师，害我回头看看，说后面有没有人。哦，反正真的，一天只花你一个机会，没有，刚刚关键都学起来哦。是。要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好朋友，而且记得按赞。好，我们电话号码02-239-2398，永远相信。好，随便。师姐预告才是真的，呵呵，真的很厉害。哎，欸，会不会明天他妈四电真妈的直接跳水开低？不要这样子啦！到底会不会呢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明天一开始的时候赶快不能死。好，明天下午2点钟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世界部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